你为什么家里还不送钱来？老爷，你听我说，老爷，请你再宽心几天，他们一定会把钱送过来的。2天之内，再不送钱来，我可就没有办法管你吃喝了。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我马上再给他写一封信，让他们把钱送过来。 你怎么办？我也会有人送钱来赎我的。是那帮和尚吗？我不是和尚，我真不是和尚。可是，我怎么一见到你，就会想起那帮该死的和尚？来人，拉出去！你不会杀了我吧？哎，你不能杀了我，我们家有钱。 我们家明天就能把钱给你送过来，真的，真能把钱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我要用它把那帮和尚引出来。哎，等等我！你们为什么不等我？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不去了，就在家里照顾好师傅。不让我去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 师父说了，以花五叶缺了我这片叶子，你们是没有办法的。让他去吧。师父，世事混乱，寺院本应该是一块清净之地，是躲避灾难之地。但要想求得修心向佛的一片净土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你们此去，不是为了让世道更乱，而是为了让世道多一分平和，多一分宁静。一五除乱，也是佛之无奈，也是佛之善意。弟子明白，弟子明白。哦，你们知道，这个土匪头子，我曾和他见过两次面，绝非等闲之辈。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哎哎呀！快追！别跑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往那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 我哪儿想跑了？我是想找个地方方便方便。山子兄弟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叫铁公岭，听说土匪常常出没在这里。 山上有座房子，你身上有座房子。
梅兄弟。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本来想和你们好好的玩一玩，哎，没想到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。你们不是个个武功超群吗？怎么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？那是因为，我说明白点儿，是你们的死期到了。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你们在这里没完没了的闹下去。你们死了，我的地盘也清净了，我这口恶气也就出了。老妖子，老妖子，是叫我吗？我不叫老妖子，我的名字叫李云清，李云清，李云清才是我的名字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家老大出生在有香书的家里，他不是个粗人。哼，书香门第啊。对对对，书香门第。不过我也很喜欢老妖子这个名字，一般的人听了就会吓破了胆。小宝贝儿，老妖子这个名字你听了害不害怕？哼，老妖子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儿。你为什么要绑架百姓？你为什么这么狠？狠？绑架百姓？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钱。连钱你都不懂，你这个笨蛋。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有用它的地方。这就不是你一个小和尚所能理解得了的。来人，把他们押回山寨。走，快走。快走，快快。行了行了，不练了不练了啊，回去休息吧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昨夜刮风把我那房子刮坏了一角，你今天帮我去修修吧。好，我干完寺里的活就去。哥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你去一边去。接着练啊，听见没有？接着练。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妹妹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简单的说，我们叫土匪。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们干什么？哦，火房缸里没水了。快去挑水去！我们早就挑满了。那去扫地去。我们早就扫干净了。那你们练功去。你们带我们跟谁练啊？那念经去啊！念经时间早过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师兄该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那跟我去练轻功怎么样？大师兄练，我们就练。好，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我们只是在这里等一下你的哥哥。现在少林寺的五个兄弟啊，有四个都在我们老大那里做客。我们老大为人热情，人不到齐绝不开宴，所以啊，让我来请你的哥哥。我哥哥不会到这里来的。你哥哥肯定会来的。你的房子昨天不是被风刮坏了吗？
房子是你们故意给弄坏的。干什么呀，大师兄？每人腿上绑一个沙袋，练轻功。啊，还真练呢、啊？怎么，谁不愿意练可以不练呢？练！绑吧！我们还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哼，跑到十字沟，再跑回来。啊，大师兄，太远了吧？十字沟离我们这儿还有九里路呢。你不想跑啊？不想跑可以回去啊。嗯、哎呀，跑吧！哎呦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让我先看看。好。哎。好小子，还真动了脑筋呢、啊。好了，下来吧。说那和尚会来吗？来，肯定会来。我都打听好了，这是他亲妹妹，他最喜欢他妹妹了，所以他肯定会来的。三哥，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。屁，我本来就很聪明，只是一见到大哥，我就变得有点笨这帮小坏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没门！小娥，小娥，小娥，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房子哪儿坏了？这小子怎么还不进来呀？
三哥，我们怎么去抓他？我们能抓到他吗？屋里来，怎么引？三哥，你去。啊，不会吧，让我去，我哪是他对手啊？我宁肯砍掉自己三个脚趾头，我也不愿意去。干什么？大师兄跑得快，我们要追上啊！哎，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呢？放开他，让他喊一声。让他喊一声？对，让他喊一声。你喊呢，快给我喊呢，快喊一声，让你哥来救你，快给我喊呢。小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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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哥，三哥，他要进来了，准备擒拿。小何，在家吗？哥，你别过来，这里有陷阱。小何，怎么了？和尚，你跑不了了。又是你们这群土匪，我正找你们呢。我们也在找你，可是你们人来少了点，十几个不够打。足够了，给我拿下。来呀，哎呀！好，哥，妹妹别怕，有哥在。我知道你功夫高，但是我的计谋比你高。对不起。都是我害了你们，要不是我，他们也抓不住你们。梅兄弟，你别伤心了，他们肯定让你吃了不少苦头。慧空，不，五师兄，只有你最会疼人了。三师兄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土匪的老巢。对呀，我来的时候看见这山寨建在一个山顶上，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哎，只有一条道上山进寨子，其他就无路可走了。睡觉吧，养好精神，明天再说。哎呀，这个样子能睡着吗？也不知道咱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。二师兄，你说句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算找到了土匪，如果我们只想着逃走，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。不逃走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
就是找土匪算账的。为什么要逃走呢？我们要想办法闹得个窝里开花，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二师兄，你不头疼吧？你没着凉吧？你肯定发烧。是干什么的？过路的。你们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点山货。那你们手里为什么都拿着刀呢？啊，山里土匪多，做防身用的。走。什么东西？是人。什么人？啊！快快打开！啊，小娥，怎么是你？快快打开那个麻袋！大师兄，能告诉我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吗？去少林寺了。你为什么要救那个老和尚？你为什么要杀那个老和尚？是他管闲事太多了。管闲事的人你都要杀吗？我是土匪，土匪是不能得罪的。我是侠女，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。也包括我吗？如果你让我看到你作恶。师父，弟子给您丢脸了。这群土匪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刚才被抓的几个土匪说，二师弟、三师弟、四师弟还有五师弟都被他们抓了，所以他们才敢到这里来闹事。师父，你让我出去，我带领咱们少林寺的100多弟子把他的土匪窝给端了。他们这是张开了口袋，等着我们往里跳。师父，那怎么办呢？女侠到了，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外甥。他的名字嘛，我就不用介绍了啊。快请坐。今天他是特意从山下赶来看我，女侠如此赏光，陪我外甥小饮几杯也是我们的荣幸啊。来，女侠请吧。我问你，你抓那些和尚来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请他们来做客的。有用绳子捆着来做客的吗？哎呀，那位女侠快点来救我们吧。你在什么地方？哪位女侠？就是我在洛阳府见到的那个神仙姐姐。
神仙姐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我们吧！你瞎叫什么？他在哪儿你都不知道，怎么来救你啊？他就在这山寨里，我还见过他呢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金银财宝害死了多少人呢？怎么了？你又发善心了？我的善心早就变成石头一样冰冷了。我是在想，为了权，为了钱，不知多少人丢下性命。这钱和乌纱帽里面浸着多少人的血，他们还在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比别人活得更好呗？也许舅舅说的对。我真不愿意把这钱送到太师那个王八蛋手里。你说他收了我们多少东西？10000两银子，4箱珠宝。这个老混蛋太黑心了。他没说怎么安置你吗？他说秋后齐王就会发诏书，洛阳王的位置肯定会给我，不过说让我别着急，先等着。这个老混账，到秋后还有半年的时间，这么长时间我们还得往他的黑洞里送多少钱呢？我想没有5000两怕是打不住。那就送吧，我这里还有10个人质，实在不行我就到别的县再抓起来。这5000两银子送上去，要是还不见动静的话，我就马上进京，把混账太师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。我让人送你下山。快告诉我，和尚关在什么地方？来人呐！老大，怎么了？人哪去了？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我们一直守着，没有见人出去啊。哼，自己剁。老大，我已经没有脚趾头了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抓住那个美女的，我赏给她100两银子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快抓住他！他杀了好几个弟兄。老大，人呢？我把他们抓到了，又被和尚们给抢走了。从来没办成过一件事儿。老大，我一个脚趾头都没有了，我把这只脚剁给你吧。起来吧，去给我把那个美女抓来。美女怎么了？她玩弄我。敢玩我们老大，我把她抓到，非把她剁成肉酱。喝吧。那几个和尚关在什么地方？关在后院地牢里。走，去看看。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姑娘，救救我们吧！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关在这儿？我们都是老百姓，被土匪抓来的。你们别害怕，我肯定会救你们出去的。
哎，小心！呀！好！哎呀！好！好！哎呀！好！守卫哪儿去了？守卫哪儿去了？守卫哪儿去了？老大又果然在这里。哎，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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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又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。谢谢姑娘。姑娘，你请芳名啊！你快走！你们都别动！啊，你们跑不出去的。兄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骗了我！我今天不骗你。你放下刀，赶快离开这里。看在你帮过我的面上，你还能活下去，要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还不快跑！同学们，听着，今天你们死定了！哈哈哈哈，放箭！美女，我给你一条活路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来。你不是要进京去杀皇帝吗？还有大事要做，为什么跟和尚混在一起？就这样死了，你该多亏啊。姑娘，连累你了。师父送我那个珍贵的礼物，我答应师父要救你们一次，今天只有我能救你们了。这样吧，我在前面冲，你们跟在后面。不行，硬冲是肯定不行的，要想办法智取。怎么智取？我有办法。美女听着，我给你一刻时间好好想想，如果你再不走出来，就要跟和尚同归于尽了，我可真为你可惜啊。怎么样，美女，想通了吗？活着怎么也比死了好。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是土匪。其实像你这样心狠手辣的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我爱听。你放我走吗？我放你走，但我不放他们。你知道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一直是很宽容的。那你放我走。好啊，走这里。对，这就对了，走吧。我早就防着你这手呢，知道吗？我也防着你这手呢。哎呦呀，好，去死吧。走。Thank you.
还是跟着我吧，整个山寨就都是你的了。老爷，手。
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是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天下。